各位观众，我们现在来到了桃园青埔 JBS 嘉年华。你们知道你们今天来的东西是什么吗？游乐园啊。嘉年华，它是个临时乐园，不是这个临时啦，很临时的临时。多临时。今天是第一天办在桃园的青埔，它时间是9月16到11月30，都是引进国外的设施，风火轮、小火车、旋转木马，旋转木马也有。已经准备好三张票了，它是除了入场 A 级游乐设施可以玩两次，三张票可以坐六次。那有没有 D 级设施？有，啊，它也是 A 级。刚刚发现来这边不用带吃的，那边有多利多汁辣妹，我一口气拿了，他给我这么多。我看到林静哎，林静在那边，他也是赶第一天到，我们也是第一天，我们也是第一天，要比林静快进去，赶快现在去。刚刚我询问了一下，它算 A 级设施，一二三四五六，我们可以坐六次。这边的 A 级不止这个，这边应该还有其他 A 级设施。通常我来游乐园啊，一群人去夜店，会有那种男生负责顾包包，我就是来顾包包的。我觉得很棒哎，去任何地方都需要你这种。你看他速度有多快，我们真的没有加快速度，好可怕的。交给你们两位了。反正真的是不怎么，我们要弄多久啊？人肉器床上真爽。哇，好重啊，你好快、你怎么那么重啊？哈哈，都压扁了啦。我会怕，我会怕。我已经受不了，人生跑马灯了。手那么瘦吗？我整个手跟猫一样抓在笼子边缘。不用下来了，下来了，要停吗？要停？不要卡在这，还要一组一组下去，哎，现在是倒掉了。对啊，你看现在下面那组正在出去中。啊，好酸啊，我的脖子。还有多久？我看到他们两位了，他们在这里，有没有看到？我发现啊。你可能会在上面转个三四圈，你才会下来。彩华，彩华在这。嗨，脚太短，够不到你。啊，难怪难怪，我就要这样子挂在那个椅子上。我快被你压死了。好，谢谢。他手帮我放开哦。好。怎么样？感觉怎么样？我刚刚做了一次泰式按摩。在上面大部分时间都在卡住。转的时间也不少了，大概三分之一在转，其他都是卡在上面，用各种姿势这样子。因为离心力增加它的重量，我就被整个被挤到那样子。点在那边，大港尖叫飞天轮，俗称无敌风火轮，好可怕。我蛮推的，在台湾玩得到很好。哎，这个是什么啊？外星人的？应该是送我上宇宙吧？五十一禁区里面是可以看得到外星人的吗？反正有人在尖叫。为什么会尖叫？等一下，我觉得来玩这个之前，可能先需要去个洗手间，不然尿会喷出来。刚刚就差点漏尿。我们来跟大家讲这边的洗手间在哪儿。UFO 这边直走，然后靠右边，厕所就在这里，一整排的行动厕所。我们现在来挑战看看这个，要进入鬼屋了。警报声响之后，再继续往前走。新长，他没了，我以为他要飞起来，要警报。干嘛？干嘛不敢走啊？干嘛不敢走？你知道拍得到东西吗？可以，可以。看到。好可怕哦！其实好像是人，是人。外星人也是人啊。哦，是真的吗？好喵！对，为什么？这感觉就有人不怀好意。啊！谁呀？我要吓他！啊！烂泥，这是绿巨人浩克。好吵哦，他感觉好水哦。哦，外星人的那个，走到尽头了，我们要穿过才可以走。这怎么穿啊？用挤的，回到你妈妈的母体。哎。
哎呦，大多数我们都是吓别人的时候，我们没有被吓。但我觉得我们也很好。各位，你们要不要玩狗头车啊？好啊，告头掐。头掐不是什么头？龟头，你知道 Q 这个吗？猪头啊。我说是猪头，你看到你们脑袋都在想什么？坐狗头车的感觉怎样？第一次。怎么那么慢啊？还有两车吗？开吗？后面加速。会被吓到。我已经准备好，为了要玩这个设施，我怕我帽子会飞走，所以我先把那个包住。专业级的 gay 龟 gay 管，赶快排队，赶快排队。我会吐得下来。我觉得这样子我们很像全部都活着坏掉。很可怕，我觉得。我要用力飞，不管有多远。啊，怎么办？不要怎么办？行，要飞了。啊！看得很高兴。不要坐，最好不要坐。旁边尼哥应该是睡着了，他从头到尾都没有听。谢谢。会晕，我即使闭着眼睛还是会晕。乱糟糟，妆都花了，头发也没了。哎，我眼泪真的差点要流出来了。我们刚刚买了这个券，它券的用法是什么啊？它一张券的话是30块，这边都有写价格要几张，你们可以自己换算一下，你们总共会需要几张的钱再凑看要不要买那种。比较划算。这是园内小火车，大概2分钟就会到达你要的目的地。走了30秒，坐这个2分钟。两分钟，尼哥要玩这个哦。你2颗球停留在桶内就赢了。如果我们成功了，这个待会就要放了。给小木兰，小木兰一定会嗨。他可能要2颗。100元挑战。怎么有点难刷？连这都不行，你那投得进吗？哎，有哎，你很强哎。看到现在还没有人进过，对啊，只有你耶，会不会他知道11月只有你一个人进啊？我是唯一一个。哎呦，我这两颗都不错哎，不错，只剩那两个，跟这只 unicorn 结缘了，拜拜。每个鸭子的底下都有数字，哎，然后你要捞3只鸭子，然后再看3只鸭子底下的数字的总和，就知道你是拿到什么的。1局200。李昂就是厉害，分数一定很高，8分，18，哇，大奖是什么？我要鲨鱼，我有 baby shark， 耶，谢谢，你好厉害哦！看那么多小游戏，我是唯一抱奖回家。没错，我们已经玩完整个嘉年华了，它空间不大，所以其实玩完大概花2到3个小时够。我最大印象就是那个复活人，特别压扁。我最大印象就是我差点被整死。花香翼，那比我预期中可怕。我最大印象就是多利多的，看一下，秀一下，还没完，我这个包包里面满满都是。我整个背包放，他们大放送，给我们超级，而且不要看他这样一包小小的，里面超级，他量超多的，料多实在，还得到了一只这个 baby shark。这一批嘉年华零食乐园 ，you are。以后还想看我们去哪里玩？就是我们玩什么？